比較下呢兩種嘅燃料究竟係有啲咩？有啲咩唔同？一個就係 alcohol 就酒精啦，咁一個就係 kerosene 就係唔知 kerosene 水火，唔係火水 kerosene 係咁開著咗之後咧，咁呢一個係一個點燃嘅裝置嚟嘅，咁就係酒精燈係啦，咁係用嚟燒一嚿燒啲液體。咁呢個應該啲係磚嚟嘅，就睇下佢幾時燒窿咗佢咯。啊，咁擺上去燒喎。攝鏡，我冇攝鏡，放心。我刪佢咯喎。咁啊，順便就睇下隔離組呢個。你燒完之後都覺得好乾淨㗎啦，係。咁可以比較到呢兩種唔同燃料。咁 kerosene 咧，如果用 cam 嘅角度去睇咧，佢係佢本身有黑煙嘅，咁但係咧不完全嘅燃燒。係佢 incomplete， 所以你見到啲 burning。啲個蓋都係，咁然之後嗰塊都係燒黑咗，咁呢啲全部係碳嚟嘅，咁就見到就兩種唔同燃料，雖然個樣係好類似啲液體啦 ，kerosene 咧就比較偏黃少少嘅應該係，呢個就偏透明，咁兩種咧就放出嚟嘅熱量係唔同。